有啲咩股，我覺得其實比較上大家如果真係去想揾嘢買的話咧，我覺得佢可以去睇嘅就係只長江基建。點解咁講咧？因為嗱，長遠嚟睇，我覺得其實佢嗰個業務都係穩健嗰個發展啦。咁另外，其實佢即係如果即係個大市真係唔係好得啦，要向下即係有個調整之深嘅深度咧，唔係話跌得好強勁向下不停咁沉底的話咧，都係維持住翻之前嘅睇法。一些比較是穩健類的，一些比較息率是高的有五厘樓上的股呢是可以去看的，特別是長健其實剛剛公布完那個業績的、啊、又令到一個不明朗因素消去，因為在一些公布業績的股我不是那麼喜歡去看，因為你很難估它的業績到底是好過預期、差過預期、或者是符合市場預期、啊、公布完出來那個就相對上是那個市場覺得都不錯的，盈利又好啦，或者係嗰個嘅收入又好啦，都有一個唔錯嘅增長啦。特別係嗰個營運現金流嚇，佢個增長嗰個速度都係幾唔錯啦。咁啊，再加上佢嗰個嘅負債水平都係相對上係一個比較係低啲嘅水平，都係低過5%啦。營運現金流又升29%，去到即係40多億左右呢個水平。其實反映啲咩呢？其實佢近年嚟講，其實佢外邊嗰啲咧，其實都有啲政策嘅影響，好似你英國嗰邊啦。但係可以做啲咩去抵消呢？就係透過唔同嘅收購啦，係希望去抵消翻啲咁嘅負面影響啦，咁樣。所以其實佢營運現金流佢正數有一個唔錯增長，代表佢即係日常業務嚟講，其實有唔錯嘅 cash flow 可以維持得到佢。再加上佢負債比率係相對上係比較一個低水平咧，可以繼續去做一啲收購嘅動作，或者去一啲嘅自身嗰個增長亦都好啦嚇。咁可以從而係最緊要係嗰樣嘢啦，就係收入，然之後嗰個盈利喺一個唔錯嘅增長之下咧，先可以 support 得到佢嗰個嘅股息。繼續持續去派啦，同埋一個股息嘅增長喺度。啊，長健嘅標題有啲咩咧？就係嗰個股息嘅增長咧，其實係連續24年，其實都係有增長啊。可能有陣時增長快啲，有陣時增長慢啲，即係一定會有，但係佢都係好 consistent 有一個唔錯嘅增長喺度。咁而家嗰個即係財務又穩健啲啦，咁啊相對上係一個幾穩健嘅水平嚟嘅。咁嚟緊都相信係會維持住一個唔錯嘅一個發展喺度。咁啊股息相信亦都係可以維持住派啦。咁再加上相信亦都係可以有一個溫和的增長在度，咁喺啲咁嘅綜合情況啦，咁佢嗰個息率有幾多咧？亦都係都唔錯嘅喎，都係有五厘以上，都係符合咗嗰個 criteria 啦。所以如果想揾一啲穩穩健健嘅嘢去買嘅話咧，我覺得長健其實係一個可以去考慮嘅股份嚟㗎。就算依份喺現價，如果當然啦，你話真係係咪有機會即係開低少少，然之後嗰個息率又高少少咧，唔係話冇可能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失咗呢個升軌嘅話咧，有機會就穿一穿去試一試，可能係40多蚊啊呢啲咁嘅位置，我覺得都仍然係可以去考慮啦嚇。所以如果你真係想揾一啲穩陣陣，又業務嗰個前景又係叫做係穩健啲，又明朗啲，而又可以有不錯的息率，同埋個息率又有增長的話，嗱長健是一個可以去考慮，再加上佢啱啱公布業績咧，又可以令到一個比較大的 uncertainty 有消除咗啦。咁啊，所以可以去短期去諗呢啲呢只股份。